嗨，孙淑妹，大哥好，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孙淑妹。是哇，时间过了真紧。我的印象就是讲，孙淑妹当初来唱的时候14岁、啊，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吼，一直到今嘛，经过7年吼，有真大的改变。嗯、所以你感觉讲，你希望吼、观众朋友，对你的这种感受，比如讲，伊敢会将你以前的歌甲今麦歌提来比较？我感觉也是会呢，因为从细汉先开始唱歌，到现在已经21岁啊。然后以前唱歌，我觉得那种感觉跟现在感觉很不一样。以前较早唱歌的时候，可能就是囡仔唱歌，然后用技巧啦，然后用哭腔啦，都用的比较多。然后现在呢，我觉得可能是人生历练多啦。是是是，啊，你这摆吼，要选一条歌叫做《秘密情人》。对，《秘密情人》。啊，你感觉以前唱到现在唱有啥物无同款？我刚刚一乍唱较酷，因为较早唔知啊什么是第三者有吗？然后都是老师讲啊，啊，迄阵唱的时可能就是用哭腔，是都去唱，对。啊，即时阵我刚刚在唱的时阵，就较我觉得唱的比较内心吧，所以特别不一样，看内心感受不一样，较无同款。好，咱即马就来听这首《秘密情人》，请大家欣赏。Oh,